我話頭先咪後啊，牛積文都好撚多意見喎。好，你講埋先，荷蘭對阿根廷啦。咁啊，今晚荷蘭對阿根廷。咁我記得1998年嗰場波咧，我有個 friend 就超級荷蘭橙嚟嘅，即係超級荷蘭橙，真係喊。即係最後咧，荷蘭出局，輸咗俾阿根廷。唔係，佢唔係輸俾阿根廷，荷蘭就淘八強淘汰阿根廷，四強對巴西就射十二碼輸。飄咗，古華特嗰兩追翻1-1。總之嗰場波係加時打到即係120分鐘。係，嗰場佢就贏，就係拍金個金球。嗱，呢個有人覆啊，經典嘅，右腳一黐一黐，仲要吸埋，跟住左腳一。仲要趟好遠處，咁啊佢之前咧嗰球波因為朗拿迪堡喺後場斬上嚟嘅高波，屌同埋奧迪加嘅兩張，屌你兩嗰陣時話叫新馬當拿啊嘛，奧迪加係奧迪加啊嘛，我就始終我都覺得，因為點解1998年嗰陣時咧，我哋都中意荷蘭咧，其實就荷蘭因為係最嗱嗰當年都好黃金嗱阿叻佢哋嗰代人咧，就因為70年代嘅荷蘭帶落嚟嘅，我呢代人咧就係因為1988年嘅。荷蘭殺歐洲國家杯，同埋跟住嘅 AC 米蘭王朝，因為嗰陣時 AC 米蘭王朝其實咪等於而家嘅巴塞咯，無敵嘅，都係無敵嘅，無敵㗎。咁我哋覺得應該俾次機會佢攞世界杯，攞世界杯嘅。咁但係對住巴西嘅時候，其實巴西1998年好撚渣，咁但係又射12碼咩啦。咁 anyway 即係我同埋1998年，我即係1998年咧嘅荷蘭都係好撚勁㗎，就係當時好撚勁，有而家做助教嘅古華特啦。係，其實古華特算廢啦，廢啊，廢嘅，即係算廢廢。古華特就早熟早殘，佢17歲捧歐冠㗎啦嘛，馬迪士係啊歐聯㗎嘛。嗰陣時咪好似係啊而家嗰個。唔係而家荷蘭個領隊叫咁撚嘢，嗰條冚家鏟，雲高爾，雲高爾啊，即係即刻去曼九啊，冚家鏟啊，去曼九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曼九簽佢係好撚合理，但係呢條兩張教唔上，頂籠一季松啲，即係就係用佢個，佢唔得嘅教球，佢邊度得過啫？就係用佢，但係佢用佢嚟，用佢嚟帶人，佢同埋夠膽，佢亦都夠威望去做嘢。好啦 ，MJ， 你覺得今晚場波點啊？唔係我其實未哇，荷蘭鏟。即係又係三個喎。首先咧，我係曼聯人嚟噶。O K。但係我知道呢度唔講得嘅。唔係講得，講笑啫。因為點解咧？之前有人提醒我，你唔講得㗎。點解？嗱，即係 M J 打俾我。我呢個台，佢就話你打俾我。係，你 warn 我。係啦，我就話喂。佢打嚟 warn 我，唔可以講曼聯。我冇唔係嗱，你咁樣好鬧是非啊！嗱，你得唔得？唔得，咁樣唔得。其實咁嘅事咁樣唔公道。佢話著咩嘅？即係佢話想即係荷蘭衫，即係冇荷蘭。咁我話：唉，咁你早知叫我買嘛，唔係叫我帶我屋企有我作客嗰件荷蘭嚟噶嘛。咁所以我話喂咁撚奇怪你隊波作客荷蘭主場德國係咁嘅，好撚心你自己隊波啊，走去德興啊，走去德法咩興法嗰啲屌你自己印啦，梗係咁樣先贏噶嘛，件波衫係冇錢啊嘛，唔係跟住嗰啲平啊，100零蚊咋，唔係跟住我叫阿 MJ， 我話喂咁著曼聯都得嘅啫，咪雲高爾下屆去曼聯啊，不過諗下喎，誒得唔得？唔可以著曼聯，我台嚟啊嘛，大佬外台長嚟嘅，唔可以著曼聯呢度，即係曼聯係。喂，但係荷蘭即係可能成隊去曼聯都唔出奇喎，而家。唔奇啊！幾個喎？而家傾緊幾個啊？係嘛？係啊。唔係呢啲合理嘅，你個教練熟嗰度，同埋個網路大，你好似雲家咁樣，以前用法國兵用得好好啊，呢幾年可能法國兵冇乜水收咧，而家唔用法國兵去。即係冇錢啊！少緊唔係啦，屌咁撚緊係揾錢㗎呢個世界，唔係啊！萬九你咁講喎，你話唔講得，哇！好似我又好撚，我係反萬會嘅會長，但係有啲時間你係會支持曼聯嘅喎。譬如歐冠杯嘅時候，對住一啲我好撚憎嘅球隊，譬如同埋你敵人嘅敵人就係啦，同埋仲有我憎佢一件事啊！但係你真係不得不佩服佢用嗰隊兵，尤其是呢幾屆嘅曼聯，同埋好多年，譬如2002年嘅歐冠軍，佢係完全老實講，你客觀啲問翻啲萬九球迷，喂，咁係阿仙奴勁啦，但佢就用嗰班費格遜好撚嘢咯嘛，係，佢就用嗰班人就贏你啦，就咗夠你1-0，我就係高二咯，係雲高二，係咪先？佢費格遜真係，其實老實講啊，費格遜咧，而家講開拉開少少啦。佢喺而家呢幾年咧，佢個戰術運用嗰啲咧，其實已經係相對係落後咗俾啲新派教練。但係佢個魅力同埋個果斷，佢70幾歲，佢可以喂屌你換三個啊，或者即係佢夠膽去搏，夠膽贏啊！突然間啊變陣啊！你好似今屆世界盃領隊咧，其實咧好撚保守，好撚保守，個個都賓州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就咁講喎，叻嘅領隊咧，真係打教球會好啲喎。球會啦，咁多水，一嚟有水，二嚟喂你。屌你一年帶咗咩波啫？係啊，帶幾場啊！好似阿邊個阿摩連奴話齋，
他基本上你看他款頭，他等到他就嚟退休，六啊零歲去嘛，他就葡萄牙噶啦，一定啦，佢一定會去加葡萄牙，你放心。你話你係咁樣，你嘅情意結係荷蘭定係你覺得？因為首先咁你係咯，呢隊波係就嚟等於曼聯啊嘛，呢個第一啦。呢個幾呢個原因。呢個第一，唔係，但係第二就係咧，你係幾佩服呢隊波，因為咧你之前睇嗰陣，我嗰日同阿東食 lunch 就講，哇！後防五嗱成隊波五個飛燕羅啊，五個飛燕羅，但係不過我又話翻兩頭船，原來阿雲佩斯同埋好似唔係古字都係飛燕羅出身，係啊，即係佢即係係啦，其實佢哋嘅稱呼唔係荷蘭呢個國家，荷蘭我冇記錯得幾百萬人嘅啫，佢就不斷咧，佢全能足球係事實上好嘢嘅，佢不斷有球星出，係愛嚟揾錢嘅。荷蘭球會嘅冇錯啦，嘅方法就係賣球員。阿積士啊嘛，以前最好。阿積士好，其實隊隊都係嘅，總言之 PSV 啊，仲總言之賣錢球員。佢今次咧，老實講，阿雲高爾仔呢隊波咧，佢用班後生。其實是一個最穩，其實都保守嘅，揾班後生，第一佢靠依賴班後生嚟搏，因為後生第一荷蘭今年就冇咗啲內控嘅嘢啦，梗係啦，八九八年咪好波咯，屌你個個都唔肯同，屌你諗咩呢個又話戴維斯又先講，你望我講啦，喂個個都有性格嘅，即係我哋最中意打機嗰陣時，屌啦，戴斯多西好啦，型啊，咩斯多夫啊，全部買曬啊，高股啊，喂個個都有性格，性格巨星嚟嘅，你好難搞嘅，甚至乎再早啲啦，又話講到係咩，佢嗰個又屌乜撚嘢，你卡特佢哋叫咩人啊蘇里南人跟他們荷蘭人的衝突，今年沒有用這句什麼，但是就找兩個，其中兩個而已，其實叫大哥，就是兩個，就是雲貝斯。但你不覺得你很 surprise 呢？即譬如說你覺得，即是很多人都說啦，今屆 在南美打很辛苦很熱，你一定要找年輕人的，如果老一點搞不定樣，但你又真的吹他吹荷蘭不在，你想想人家那三叉 kick 那些可能全部都是年輕人的，他那個三叉 kick 加上100歲即是你是真的老得不敢說，有三十幾個前面那幾個，不是有這麼說，其實呢31了其實這樣，第一呢有身形體的，即好像雲家那些一到30歲買其實戇鳩，第一雲佩斯其實呢即我們作為阿仙奴球迷都很熟悉他，他基本上他用落場踢球的年齡他是24歲而已，了解之前幾年年年都傷8個月的，又怎麼踢的，他是這兩三年叫即早熟總裁少用我告訴你，他這個爆炸力高足，阿洛賓這些他還可以維持兩三年，他的身形是他是這隻，你31歲怎麼跑37公里，你根本是沒可能會爆人拉動屍的。最正是什麼呢？為什麼一定要圍著洛賓來建立這隊荷蘭隊呢？因為洛賓本身的人即是毒食之鬼，毒食毒爆，他有踢車仔當年他是真的因為毒食，所以摩連奴才摩連奴不要他而已，因為摩連奴是不容許這些球員的嘛，即是毒食的，即是一個人要你奧斯卡那些，如果你不是懂得產波去炒兜你他就完全，你看馬達好波嗎？就兜即係你佢成日都有呢啲人㗎，即係要幫手回防，一定要整體幫手回防。係啊，佢首先係搞回防守，唔可以有性格，即係摩連奴嗰啲，即係你唔可以好撚型咁撚樣，即係話我係球星，屌你老母！但係而家呢隊雲高爾帶呢隊荷蘭好搞笑，佢就係屌你而家就洛賓玩撚曬，即係佢中意點撚樣玩。我要更正翻先，有人提我哋有17,000人啊，原來荷蘭咁撚多人嘅咩？幾百萬人係丹麥同瑞典啫，可能係係啊。喂！嗱，你咁講喎，其實你又講翻轉頭喎，以執行戰術嚟計，嗱呢兩嗱我冇計德國嘅，計今晚兩隊，一定係荷蘭好啲喎，執行戰術，屌你不有戰術可言啫，因為阿根廷有個最大嘅波站就係、是，其實個教練係。即係美斯惡過個教練，係美斯話咩係咩？係美斯話事，係啊，所以一樣即係話而家即係美斯嘅大佬，大曬，係啊，你見到隊波，所以冇隊型嘅，你即係見到隊阿根廷冇隊型，冇撚隊型。你啱啱嗰場啊，老實講啊，淘汰啱啱上一場係淘汰瑞比利時，佢如果唔係糊糊碌碌俾入，又唔係糊碌個靚波嚟嘅，糊碌嘅，但係好多人話糊碌，但係球波射得好，唔係佢係射得靚，但係呢個機會呢個組織好靚，係純粹即係叫阿希古恩咧，個波咁樣嚟，佢就咁樣射，唔知做乜撚嘢，唔係呢啲波我哋睇個波就知㗎啦，我哋睇個波就知㗎啦，其實個波教你射，係啊，你咁入嚟，你咁筍喺前邊，我唔射啫，對唔住啫，咪一拉咪係咯，一拉啊，佢其實都拉得好叻，佢即咁即咁，同埋老實講啊，比利時嘅教練費啊，如果比利時班波喺我啤你手上面贏撚咗佢啦，比利時教練費啊，唔係即係咁解，唔係啊，比利時嘅人腳而家睇翻佢咁樣贏咁樣輸，佢係有權贏啊。
解啦。喺今屆嘅人腳又當打又成，又實又實。你試下俾個摩連奴嗰啲帶住呢隊波，佢真係搞撚掂你嘅。攞硬冠軍啊！我買比利時嘅嗰場波。係啊，真係真係啊，搞撚掂你。我真係好慘。唔係我講係阿豪，你咁你今晚你點睇啊？今晚點睇啊？我覺得阿根廷。你覺得阿根廷？係啊，你擁護咧？我擁護啊！我擁護其實我兩隊都冇咩特別偏好，不過我覺得阿根廷真係有啲負碌運啊嘛。我覺得今晚美斯會發癲喎，同埋仲有咧，你話冇隊形咧，佢聽我俾你講啦，即係我呢講話佢冇隊形，今場波打緊同打個隊形你睇喎，同埋仲有咧，你成日杯決賽咧去到嗱，你唔係喺非洲啊嘛，咁你係咪好似合理啲南美隊？因為其實以前往往就係南美隊歐洲對決嘅，一般都係嘅，即係一般都係㗎啦，即係你好少同洲對決嘅，即係今晚嗰場都係七八年決賽嚟㗎嘛，七八年。係啊，好似阿根廷對荷蘭啦，十分決賽翻版，係啊，翻版啊。唔係，我就矛盾在咁樣嘅啫，即係老實講，今晚嗱，你而家呢三隊啦，即係其實就點樣講值得佢捧杯咧？今屆嘅表現咧，應該就係德國嘅，我覺得。咁嘅，如果你覺得真係應該係德國嘅，就梗係屌冇撚所謂啦，邊隊贏咧咁啦。但係我覺得要斬除障礙咧，如果阿根廷入去咁撚負碌咧。如果今晚負碌埋，你真的不能夠講佢唔負碌撚埋嘅喎。唔係如果阿根廷咧入決咧，我就決賽咧，啊、對德國我買阿根廷。係啊，即係如果從賭博嘅角度咧，因為你個數據嗱，雖然數據用嚟打破，所以我今日阿 Roy 其實問我你要買咩，其實我有贏錢嘅各位，即係你唔好以為我真係登嘅，你都戇鳩嘅啫。所以我好難諗啊，其實即係場波係好難。即係數據是用嚟打破，我哋睇咗咁多年波，你梗係知啦，係數據嘅，屌有數據，所以先至嗱呢樣先嗱諗，如果嗱你阿根廷入撚咗決賽對德國，屌你信數據好定唔撚信數據好咧？會唔會打撚破數據咧？睇樣咧就一定係德國人要稱波，即係如果你係德國人，咪南美洲捧喺南美洲捧杯阿根廷咯，係啦，唔係所以稱波就一定係德國噶啦，德國好啦，但係如果你諗我屌你咩主場之主州之利，咁係阿根廷，但係仲有廿四年數據喎，三嗱你呢個廿四。數據是非常之好緊要啊！呢個廿四年數據，我在賽前已經後，我即係我最中意睇呢啲不停。但係咁講啊，你好似以前嘅個數據就上屆破咗啦，就係邊隊贏到荷蘭嘅就會捧到杯，一直都係噶。邊因為荷蘭從來未輸過喺九八年之前未輸過俾世其他嘅，一定係淨係俾冠軍淘汰。但到九八年，我又係抱住呢個數據，屌你老母喂！巴西淘汰荷蘭，巴西贏啦，結果輸零比三啦，對住法國。咁個數據都不斷我嚟打破啫。以波論波咧，嗱，其實我又有個內心又有啲咁樣嘅。當我見到荷蘭即係咁樣三入決賽，嚟到今日贏埋四入決賽，都攞唔到個冠軍嘅，好慘，真係好撚慘，好撚慘。你要記住，效率好高。唔係啊，其實嗰個其實嗱，你巴嗱你西班牙紅白球壇呢幾年啦，佢個踢法其實就係告魯夫。以至列卡特打落根基，嗱佢未至於全能足球，但係嗰種猜波就係佢個理念嚟嘅。係，OK。咁你跟住米高斯之前嗰啲唔好講啦。喂，咁你荷蘭作為一個歐洲嘅咁樣嘅國家咧，喂佢攞翻屆又好似好撚合理啊嘛。係，由西比奧又高，由西比奧唔係，由西比奧係係咩話？即係咁多年嚟都。出咁撚多好嘅球星，佢不斷有啊！喂，佢今年竟然股字會屌你乜出翻嚟？因為係咯，我唔明嘅其實。係咪先？但係佢仲要唔抽筋，佢34歲。係啊，82分鐘。佢完全可以，但係啊，冇事喎。屌你後前面而家踢撚到屌力裝出咯，今日應該係。冇啊！佢唔係話力裝係咩？應該冇啊。嗱，今晚咁樣啦，我自己咧都係咁。啊，雲佩斯可能唔出啦。胃痛嗰啲啊，唔係腸胃有事啊。胃痛。我呢啲打針啊，我覺得妖敵嘅啫，嗰啲妖敵嘅啫。唔係，我就希望咧即係咁樣啦，有啲遺憾啦。因為我講真啦，美斯攞過幾多屆世界足球先生？三四屆、四屆、五屆。美斯四屆。當朗拿度、斯丹都係攞三屆，美斯何憑乜嘢攞四屆？即係其實係個足球遊戲要做走個球星，所以佢係應該有啲缺陷英雄，佢係會出局。不單止出局，今晚美斯仲會係雙兩黃一紅，作為一個中場兩黃一紅被趕出場。好嘢，你真係大敗一場，好撚有唔係好撚有 Barry 嘅風格，要人哋死全家啊！係啊，佢成日咧悲劇英雄啫嘛，你好似葡萄牙阿朗啊 ，C 朗之前就話要帶領葡萄牙捧杯，食屎撚咗，佢就話。
足球不是一個人踢，我屌你老母，真係你亂講，屌你老母！喂，但係咁講喎，其實寄生如何心涼喎，事實上 C 朗係幾好波嘅喎，唔係近，我覺得近五年至十年咧，我最撚憎嘅球星就係 C 朗，屌你老尾佢嗰啲咩搞鳩啊朗尼嗰啲，嗰陣時咧即係上一屆，嗰啲你啲事源嘅，大英情義嘅真係嬲嘅，喂，咁啊真係好嗱，我即係講埋先啦，即係咁嘅。我哋咪先決賽有冇嘢搞啊？決賽佢哋嗱。隔離台就有一個集體睇波嘅，我知道。咁啊，阿鬱敏嗰邊又有。鬱敏嗰邊係鬱敏嗰邊係咩嚟㗎 ？My Way。喂，冇理由我係低俗唔整翻個㗎喎，係咪先？嗱，開咗即刻集啦，屌你老！唔緊要啊，唔緊要。嗱，咁啦，而家嘗試 book 啦，大家留意 Facebook 啊，而家嘗試 book 大家酒吧咯。嗱 ，book 酒吧可能會喺睇先幾號啊？十日星期日晚啊，四禮拜一。星期日晚啦，總之星期日晚，星期一凌晨，下個禮拜咪嚟緊呢幾日嘅啫，咪嚟緊禮拜日，嚟緊禮拜日晚，嚟緊禮拜日啦。嗱，我嘗試下同阿 Isaac 講下先，咁我睇下佢間吧嗰度喺邊啊？佢啱啊，喺尖沙咀，尖沙咀大家就山頭度，咁啊非常之就腳。咁我睇下我哋小型網聚啦，唔好話包場啦，即係小型網聚，睇下大家反應如何啦。咁啊一齊睇波都開心。嗰三點都幾撚係嘅，四點，三點，決賽三點，決賽三點，定係要跳都五六點㗎啦，大家唔好加時十二碼咧，唔好話加時十二碼，你又要睇下你捧杯嗰啲閪嘢，係咪咧？咁啊，俾咁都要提，即係今屆我仲想講少少，即係好撚。即係我都要講少英格蘭嘅，即係雖然即係其實已經一早出咗局，其實我都冇撚。我都係英格蘭。屌你用學神已經出撚咗局啦！屌你咩？你學神衰撚過六八九啊！真係點同六八九咁啊？衰唔撚過？啊啊！衰唔過？誒，衰過五兩星得唔得？都衰唔過。都衰唔過。衰過差唔多啦。差唔多啦。唔係，不過六八九個冚家產咧，屌你啲人有成日話唔好講佢女，個個都話咁合理正常嘅，即係合理正常嘅。但係佢自己撲出嚟，我梗係屌佢啦。係。係咪先？冇。佢唔出聲，冇人屌。而家唔係，而家我哋可以屌佢老婆咯。咁撚閪，我唔係喎，你屌啊！你屌係咩你？其實六八九搞機嘅可能係好撚大。屌你屌啊！撐你屌啦，大佬。即係我唔係，我覺得六八九，我聽晚先講。我覺得佢真係應該係。唔係嗱咁樣，即係咧，學神咧，屌你老尾嗱！佢其實第一場輸俾意大利，英格蘭第一場輸俾意大利，我覺得真係其實打得好嘅英格蘭啱啦。即係其實而家你見到國際嘅足球，即係或者尤其是呢啲國家對國家嘅足球，最緊要係咩咧？而家叻嘅教練係咩？即係或者係一啲成功嘅球會係咩咧？夠膽起用一啲。僆仔喺用新人，用啲有活力嘅，唔出名嘅。屌你始終個運動嚟㗎嘛，即係始終你除咗僆仔係活力夠之外咧，你仲要係起碼個心態，我未成名，我要去搏，去球場上面拼搏嗰種心態，仲未被呢個金錢啊、女人啊所完全腐化曬啊嘛，你明啊？咁所以咧，好嘅球隊你見到啦，德國隊其實係同埋你用僆仔，你係要長線去用。不過其實好撚難腐化嘅啲球星。唔係 anyway 啦，咁十幾歲揾幾萬磅一個禮。德國仔即係女黐埋你，德國仔就係用咗先，要好長時間去建立一隊波，起碼你五至八年去建立一隊波。咁所以你見到唔係啊？德國個計劃成超過十年㗎啦，超過十年啦。係啊，而家真係收成呢班就收成啦。呢班以前啲講真啦，嗰陣時零二年，佢就係跟住就係鳳鳴之動啊嘛，係咪先？而家鳳鳴之動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開頭對呢隊英格蘭隊咧，雖然第一場輸俾意大利，我覺得啊 OK 啊，肯係用新人用僆仔，喂幾有活力，好快喎打得即係。算係哇熟啊 ，blip 啦，即係嗰啲進攻都有板有眼 ，one touch 可以真係走上去。用啊嘛，學曬。跟撚住，我最撚嬲咧就係最撚難望嗰場波，就係英格蘭對烏龜，我真係嬲撚到你有乜理由完全唔用第一場嗰個踢法？屌你老母慢撚到同佢鬥慢，你一到知烏龜係慢㗎啦，即係烏龜更慢，烏龜人屌快過兔仔啊！即係你烏龜喂，屌你老母，你係慢波，你有乜理由唔屌你直接？打佢哋 one touch 上去，即係你用班僆仔係嘛？我屌你同人鬥慢喎，撲街唔加產，仲要唔屌你乜都換人又換得戇鳩咁撚樣，哇！撲街仲要嬲撚就屌你老母嗰個撲街啊利物浦個衰阿雷斯，屌你蘇七，我屌你老味已經爭利物浦㗎啦，你仲要蘇七入兩球喎，你個冚家產真係，第二球都仲要係好戇鳩，輸學神啊，輸學神啊，真係輸學神，第三場哥斯達黎加都贏唔撚到啊，真係，喂，輸撚贏唔到哥斯達黎加就係正常。正常係啊係啊！喂，我覺得我哥斯達黎加最撚唔抵啊！係啊！喂，屌你兩尾嗱，佢而家博到雲高爾，佢就好撚有型啦！屌你兩尾又贏哥斯達黎加換龍門，之前十六強對住
墨西哥係屌你老母老實講啊！哇，爭少少，唔係史尼達，臨尾嗰球幾靚，嗰球真係山嚟。唔係，但係史尼達呢啲波就不嬲佢係咁射㗎啦。嗰陣時奧斯之後，佢輸緊咗俾墨西哥啦。係啊，係咪先？但係咁講喎，我哋話扶碌扶碌扶碌啊，點樣點樣？其實世界盃咧，尤其是呢幾屆嘅話，國際足球都係咧。其實真係咧，又唔好以為你，譬如一隊 full team 嘅德國，對住一隊 well trained full team 嘅香港，你估係咪贏到十球梗唔得啦？其實我上次講過，我哋踢波啊嘛。嗯、其實你唔好話用我哋啲街波同人哋嗰啲，冇得真係輸十比零啦。正式嚟講，打兩隊波，大家十一對腳。嗯、其實咧，啲人成日好客氣，你唔好以為鬼佬真係氹你喎。佢話啊，香港球員你通常啲人輸，訪問佢啊嘛。啊，個 skill 好好啊，點點啦，講成日好得㗎啦，去去邊度邊度。咁點解講咗咁多年好得啊好得㗎都係唔得咧？其實真正嘅 top 嘅一級水準係比你好咩咧？就係好少少嘅啫，就係一啲你平時可能會做到嘅嘢喺比賽一定動作咁運動嚟㗎嘛。佢喺比賽度十次之後，佢就做到一次，就喺嗰剎那佢做到入咗，佢就係球星。所以去到最後四強啦，譬如而家咁樣，我哋講到邊隊邊隊，到到 end up 原來都係荷蘭、巴西、阿根廷、英格蘭、意大利，都係嗰嚟嚟去嗰四五隊、五六隊之間。以有陣時有陣時就可能會爆一隊半隊出嚟嘅。今年其實我就好撚支持哥斯達黎加，好嘢啊，打得好嘢。老實講，如果今晚嗰隊係哥斯達黎加對阿根廷，你都唔夠膽話哥斯達黎加一定會輸俾阿根廷。唔係有幾隊係打得好嘅，哥倫比亞，哥倫比亞打得好㗎。哥倫比亞，哥倫比亞。你如果哥倫比亞琴晚對住德國，你估德國係咪可以數佢7-1咧？唔係咁樣計噶嘛條數，嚇，即係話係任何一隊，其實你個心態夠，心態夠強咧，其實有機會捧杯嘅，即係唔係嚟戇鳩鳩噶嘛。今屆最撚閪啲非洲隊真係閪嘅，即係波，即係閪個紀律問題啫。紀唔係紀律啦，第二真係有貪污成分。呢個梗係啦，即係你。所以你話唔計貪污咧，你最後我哋雖然話係負碌，咁點解阿根廷都係入到嚟咧？第一佢真係質素高。嗱呢個機會點解喺古希誒希古恩係球星啊？屌你嚟落嚟我啤你度，我諗嗰個你又控又控入去，未控撚得住，或者唔夠膽射，或者還傳。你嗱我係前鋒，我踢波。屌你老味，你諗下全場圍緊住100,000人咁樣樣，係啊，望緊住你射嗰個。唔係佢咁樣嘅，其實世界球星即係世界級。通門都射唔甩入啦。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其實嗰剎那佢都唔知㗎，佢係自然反應、本能反應，因為佢練得多啊。就抽埋佢咯，就拉埋佢咯。呢個就係練習咯。嗱，即係呢個就望個窿，唔望個窿。係啊，冇噶啦，個 sense 嚟嘅啫。你好似美斯射咗球對住伊朗，好啊，好啦，荷蘭嗱射12慢慢講啦，但係心態都強喎，因為正常咧，通常我哋睇開呢啲波咧，下風波就應該贏嘅12碼。係啊，係咪啫？佢心態都強喎，仲有喎，佢換一換個龍門出嚟咧，真係夠。你唔好話個龍門係咪堅啊，係其他個。哥斯達黎加，咦？屌你老母！做乜撚嘢？乜撚嘢？好嘢啊！文公魚，真係真係窒㗎嘛！嗰條撚嘢喺入邊，鳥養尖處優，換個脱布衫出嚟。同埋嗰條撚嘢又咁樣喎，防撚嗰個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會換㗎嘛，煲煙咯，咁喺度睇，睇撚咗102分鐘嚇，屌你老母，中意射12碼，係咪先？你做啲人哋估佢唔撚到。唔係啊，咁你出到嚟又咁樣，哇！又屌你行嚟行去又勁逼，又飆同又，你真係牛底㗎，騷擾對手。唔係真係牛底㗎，因為你冇。講乜撚嘢咧？你估佢行佢講乜撚嘢咧？未，佢話可能屌你老母都得噶，唔係佢講乜都得噶，唔係真唔會嘅。佢再唔係咁樣，咁得噶？唔係，唔係啊！你射左邊啦，你射左邊啦。啊，完啦！好啦，你跟住啦，你巴西對哥倫比亞，其實嗰晚唔係啊，佢話 left。究竟嗰個人諗，你係你個 left 定我個 left 咩啦？你其實你去到120分鐘咧，你真係腳軟嘅。仲有嗰陣時，我問即係問過好多，即係啲人都話啦。其實我嗰陣時，我哋踢細波咧，即係見過啲大我哋好多個球員啦，咩黃國安啊，啲嗰陣時我哋僆仔，佢已經係30幾40歲。話齋，如果平時啊，唔好講細波，打汽水，即係胡江啊，你知嘛？佢話我直情話埋俾你聽，我射呢度，我射呢度，射呢度，巨腳腳仲話埋俾你聽，你一定撲唔到。真係踢完真係屌踢比賽壓力嘅時候。屌冇得講㗎啦，唔撚入係啊！真係㗎，即係唔係我，因為我大自己大波啦，即係我哋今屆嘅杯賽咧，又係有一場要射12碼，屌嗰個龍門黐撚線，就係要即係12碼咧，就根本上嘅心理戰嚟，係啊！最撚絕咧就係話啱啱嗰場波嗰隊都勁嘅，即係因為大家都老對手嚟嗰隊成，咁大家中途我哋俾人判咗12碼，屌你老尾，1-1咯嗰陣時，屌你俾人判咗12碼，諗住死撚硬㗎啦，屌你諗個龍門就撲咗你
球先，點解佢十二碼唔入啊嘛？跟撚住好啦，長雞加撚原始都要射十二碼分勝負啦！你死啦！即係佢知道點咧？哇！你救咗你曾經一個十二碼啊嘛！屌你咁樣，嗰啲啊真係啊，其實我哋兩邊嘅人咧都腳震，我梗係啦，真係啊！射十二碼決勝負咧，係你只不過係一啲咁嘅列照啊！係啦，你諗下都係有十萬觀眾嘅世界盃。即係你諗下當時嗰個壓力有幾大，唔係真係有壓力夠啲球員，即係有壓力啦。唔係我已經預咗㗎啦，我已經俾啲球星咧，我叫佢射先，即係唔係我叫射中間嘅，即係攝喺個中間五個啊嘛，射係嘛？咁你攝喺中間度，等佢冇咁大壓力啦，即係唔好話俾佢頭尾就唔好㗎啦。知道嗰啲我話咩啊？平時入最多波嗰啲最撚叻嗰啲啊，即係我隊波裏面最撚球星嗰啲啊，星味最撚濃嗰啲，全部射曬唔入㗎，梗係啦。因為我心知㗎啦，我心知不妙㗎啦。我屌你老咩！就係平時即係嗰最緊要信心就話，不如撚樣最後即係我哋決勝嗰球。屌你嗰個撚樣，即係嗰個後衞平時打後打青道即係佢就屌啦好啦 hea 平時話，屌啦好唔好即係佢哋咁樣。屌啦我射我肯撚定撚入啦，屌啦好唔好我即係我實唔撚入噶，我實唔撚入噶，跟住行出去射喎，即係準備佢行緊出去射佢。我屌你乜我實唔撚入啦，屌你老母，跟住就唔撚諗啊！即係佢成日死自己諗，佢唔係真係咩，佢即係話俾自己聽唔撚啦，我實唔撚入，佢砰咁樣又撚咗，屌你！唔係喎，其實真係唔應該諗嘅。跟住捧杯，係啊，所以三毛集連。喂，你仲有啊？你記唔記得咧？你有冇留意咧？因為我哋打機即係打機都有射十二碼咯。有啲嗰啲咯。你其實你而家你發覺呢幾年咧，嗱我哋打機係成日射中間噶嘛，可以。係。可以可以。你發覺呢六七年開始咧，好多球星係射中間，其實係唔夠信心。梗係啦。同埋因為佢亦都覺得個球個籠一定會破嚇。你試下如果同我哋踢街波，你射中間啦，我撲硬你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昂你高高只腳釘喺度都唔撚識撲，係咪先？你射中間唔同嘅，唔係個緊張。嗱今晚咧，我啊覺得咧俾到最後我都係覺得咧即係正義足球。擺露俾露貼嗱，首先咪慢慢嚟先嗱，荷蘭對阿根廷點睇？買咩？我哋唔係足球節目嚟噶嘛，賭嘅節目嚟噶嘛，呢個係。你講緊係波打？俾你諗諗先，俾你諗嘢，你點樣投？曾嘉豪，俾你諗諗先嚇，而家諗啊，曾嘉豪買咩？阿根廷啦。阿根廷主勝。主勝係嘛？主係咪主阿根廷？主勝，喂屌你！原來我好似荷蘭係主喎，荷蘭主啊，定係阿根廷主啊？咁即係客勝定主勝咧？唔係阿根廷，仲有冇嚟？仲有阿根廷係嘛？阿根廷 ，OK。美斯守門入球。美斯守門入球，嗱呢個曾嘉豪嘅提供啊，美斯守門入球加呢個阿根廷客勝嚇，咁啊啤你啊！荷蘭係主啊！唔係你講埋，如果即係。邊隊捧世界杯啦？即係嚇，而家剩翻三隊好易估啫。邊隊捧杯？如果阿根廷對德國就，我都係覺得阿根廷咯。係都係。美斯捧埋世界杯喎。佢根本中意美斯。成霸業喎佢。根本你係自己中意美斯。嗱，而家補賠率先嚇，而家嘅賠率咧就係今晚荷蘭阿根廷主勝2.92倍，客勝2.25倍，和係3.05。荷蘭主啊！咁熱啊！係啦，阿根廷嘅2.5係比呢個荷蘭熱嘅，荷蘭2.92倍嚇，因為始終佢有主場之利啦嚇，咁當然係咁噶啦。喂，啤你啊！荷蘭波膽啦！屌你睇下，嗱1-1真係荷蘭4-1，4-1好嘅，4-1擊敗美斯出場打唔嗱，荷蘭4-1贏呢個阿根廷，首名嘅球係阿根廷嘅。唔係進級得唔得啊？即係進級得，打和我一定係荷蘭，我一定係。哦，2.08倍荷蘭，咁啊進級隊伍係呢個荷蘭。好啦，咁啊最後我登塵俾大家啦。我登塵俾大家咧，我買和，咁啊最正路噶啦。咁啊進級咧？進級唔買啊，買和。咁啊波膽嚟講咧，敲啲2-2啊嗰啲啦，即係敲2-2啦。跟住3-1、3-1、3-1啦，即係鴛鴦3-1啦，咁啊有24倍、20倍嘅，咁都可以諗下嘅嚇。大家即係諗下，不過我哋唔鼓勵賭博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如果大家輸得太多咧，就睇一百聲。啊，好奇怪喎！我咧又由細賭錢乜都賭咧，我係幫我係完全唔賭嘅。喂，咁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冠軍就西德國。係啦，喂，咁大家密切留意我哋會唔會有一個
世界盃 final 最後一場的網聚啦，或者我哋去靚波王網聚都得嘅，其實靚波王都得噶，靚波王，但係靚波王即係20人都唔得喎，啱啱好嘅啫喎，二十人都係好多人嘅，即係四點鐘大佬。好啦，咁啊，好多謝大家收睇呢個世杯波波時，咁啊，唔係應我哋下屆我哋喺度即係寫定張期票啦，總有機會請到毛哥上嚟嘅。毛哥應該退休啦，到時係啊，喺嗰陣時唔使拉布。可能我驚屌你，唔係，國會冇咗啦已經。你一復會，你一復會又唔係開球季啊？我驚馬建賢係做咗撚咗立法會。唔會，呢樣大家放心。我唔會即係陳文，陳文有機會，陳文有機會。屌你老味！我做就贏啦，多謝 MJ 啦 ，MJ 啊咁啊，你多謝曾家豪啊啤你啦，多謝大家贏多啲啊，開心啲咁啊。咦，林康正嘅撚樣，我哋出去捉佢喎。嗱兩年後嘅歐洲國家杯，我哋再叫歐杯波波池啦。歐杯好睇啊，我中意睇歐杯多啲㗎。得啦，我哋要交場俾人。喂，好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做得咁撚渣㗎，啲女都唔靚嘅。喂，講嘢快啲啦，屌你！條女咁撚肥嘅。喺槍杆夠叫力就叻，指指點點扮曬代表，夠唔夠姜上嚟做30分鐘節目啊？你夠姜嘅，咪電郵去lowjoke@gmail.com， 講出你想30分鐘做乜題材，幾多個人出鏡，同埋你嘅個人聯絡方法啊！題材唔限，男女唔拘，酒色財氣、聲色犬馬、賭博投資、音樂旅遊、時事評論、烹煮種花、玩具服裝、求愛示愛、愛情性愛，乜柒都得。黃金機會，發揮自己才華。表現好的還有機會做低俗頻道第二梯隊節目主持人，還一定有巨馬費添！快啲報名，咪撚熬底啊！節目7月中就出街啊！好啦，又嚟到香港馬照跑嘅時間啦！陣間跑嗰場咧就係摩852贊助嘅九龍皇帝杯啊，係1800米嘅賽事，即刻睇下我今場心水嘅馬仔先。嗱，我自己係睇好4號嘅帝女花呢只長勝將軍嚟嘅，跑親都贏噶。另外6號仔嘅馬壇新星咧，小學雞都不容忽視咁噶，分分鐘咧快過豬肉佬嗰只咁嘅老馬噶。咦，所有馬仔都入曬閘啦，準備就緒啦喎！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放頭嘅豬肉佬啦，跟住攞有嗰只咧就係黃腳立，之後咧就係呢個帝女花啦、龍虎舞獅啦、小學雞、蛇和氣仔咁噶，只只都馬不停蹄，不容有失咁噶。嗱，轉入呢個爆炸彎啊，黃腳立咧夠曬醒啊，想由外檔由內閃入去啊，但係咧俾呢個龍虎舞獅摔住佢個位啊，真係老馬都有火噶。蛇和氣仔因為副磅過重啊，搞到大波勾啊，進入直路啦，仲有100幾米嘅路程咧，豬肉佬開始發軟蹄噶啦，黃腳立喳喳聲上緊嚟，外檔仲有蛇和氣仔啊、小學雞咁起勢追緊噶。龙虎舞先首先冲过终点，帝女花同石油汽车两只马叮当码头，要睇翻慢镜先知啦。哦，睇到啦，龙虎舞先后劲有力咁样冲过终点啊！石油汽车呢个第二，帝女花输过马被打个第三。玩策略，斗速度，靠走位，香港马照跑，桌上棋盘游戏，178蚊一次过体验，即刻上 www.mo852.com 选购啦！天宫广告收效大，天宫广告收效佳，本网台全部广告均由天宫广告创作及代理，请打25782141接洽啦。犀利利有你高贵，讲低俗我哋清低，犀利利有几高贵，讲低俗我哋巴闭，有利无利做你自己，低俗频道。我低俗，但我舒服。